歡迎曬一班嚟自孔教學院大成小學舞獅隊嘅成員先，歡迎你哋。咁啊，使你知唔知道嚟咧？係喺舊年啊，奪得呢一個全港學界獅藝比賽2011嘅小學組冠軍啊！冠軍犀啊！恭喜曬先啊！嗱，我想問下咁多位同學仔，係加入咗舞獅隊幾耐咧？我加入咗成獅隊3年，我負責打鼓，就有啲同學。一年有啲同學2年，即係我哋嘅學習程度1至3年啦。係一啲哇！嗱，舞獅嘅同學仔啦，你頭先真係栩栩如生，你點樣模仿獅子嗰個動態啊、形態啊等等嘅咧嚇？都係靠記性嘅，模仿多啲獅子，即係睇多啲獅子細微嘅動作，去模仿翻佢出嚟咯。哦，咁打锣鼓嘅同學咧，咁啊有啲咩特別技巧要注意咧？去打鼓嘅同學，打鼓咧，鼓手就應該心裏邊有個節奏，唔好事快事慢，同埋最緊要係記性。好緊要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啊，打锣嘅朋友咧，要跟住鼓手嘅節奏，唔好亂。查查嘅同學仔咧，要多啲練習同埋同鼓有啲默契咯。你咧？專心留意住個鼓打咩，最緊要夾。最緊要夾啊！唔錯，鼓咧真係要好重要，靈魂嚟嘅原來。嗱，咁你哋點解會對舞獅有咁濃厚嘅興趣嘅咧？因為咧見到舞獅咧好型啦，好威啦，而且舞獅係我細個嘅願望啦，打到出曬汗啊！最緊要可以做運身健體啊！嗱喺呢度咧，預祝你哋喺嚟緊嘅比賽咧會有更加好嘅成績，同埋可以衝出香港，好冇？好冇？現今世代。